当流水经过河道，映着半圆形的月建桥，在这边更有多元趣味的游乐设施，和亲子会当享受户外活动。这就是经过市府整治以后蜕变的南区竹溪水花公园。我住在竹溪已经将近20年哈，这里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杂草丛生，然后现在呢整治的非常的美丽哦，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。讲到南区，一定会想到水沟社文化园区，伊进前是真有历史记载的空军眷村，也是市府作为保存台南眷村文化资产的重要据点之一。对2019年底开幕到今，举办过真济多元丰富活动，请少年族群前往参观。原本是台南俊澳的黄金海花饭酒，近期嘛开放招商，抓住少年人的眼光，在这会当享受优质的演出、澎湃美食加迷人的赛酒日，度过休闲的下午。大温特色公园因为靠近台南机场，得以飞行机进化历史为主题，打造南台湾第一座飞机主题亲子公园。龙岗国小校舍重建工程总经费大约6600万，以自由曲线构成海水花露台，让学生有更美观舒适的学习环境。为了让居民有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市府一步一步改善需求原理的排水工程，当河大雨来临的时候，饮水的情况有相当的改善。自从这个分流的排水都完成了后，需求跟原理哦。遇到暴风雨的时阵哦，减少到较低所在淹水的现象。全力照顾居民的生活，市府推动路平专案，将新道路重新规划加拓宽，改善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加品质。咱这座路吼，以前吼有够细条的，就是要做细个条的道路，今嘛就是迄个咱台南市政府拆变做15米的道路。以前这条道路吼，破工的有够侪啦，今嘛安尼做了有够水的安尼。今日社区会当看见由在地人照顾在地人，将福利社区化，同时透过活动办理，增加长辈互动交流。市府活化在地社区活动中心，打造安全温馨的亲子幼儿馆，提供在地亲子教育空间。感谢有你，咱台南第一。